它会伸舌头哎，它是在吃蚂蚁，吃什么昆虫？尾巴好长哦，对，它应该在吃东西，吃蚂蚁吗？我看一下，啊有，它会追蚂蚁，真的会有，它会追蚂蚁哟，吃掉了，那只蚂蚁被它吃掉了，它会吃蚂蚁。好快！它会吃蚂蚁的。那只蚂蚁。对。刚刚我看它在追蚂蚁，追那个红蚂蚁有没有？蚂蚁跑得也很快。它更快啊！哦，整个栏杆都是它的舞台。行有够紧的啦！不见了！啊，在这里来了，又出现了！一瞬高下，瞬小昆虫，它好像有看到我。整个栏杆都是他的舞台啊！他犹豫了一下，应该是有看到我，但他还是决定不理我。跑得很快，好，他已经进去我没有办法拍的地方了，真的跑得好快，跑到哪里去了？哎，
哎呦，它会攻击蝴蝶，它会攻击蝴蝶，所以蝴蝶它也有兴趣。我再看看这边拍得到吗？哎，它过来了，这边是珊瑚藤跟欧曼的地方，它会攻击蝴蝶，这是欧曼，它现在那个是欧曼的叶子跟珊瑚藤的叶子，它会追蚂蚁。这里有一只蚂蚁，看它追得上吗？啊、哦，这边好多蚂蚁啊、哦，看它会不会过来吃。这边很多，不动。它后面就有蚂蚁了，后面就一只蚂蚁了，旁边的不动，对啊，然后它真的后面有蚂蚁，哦，螳螂，螳螂耶，螳螂它哈不倒，不是那个是蚱蜢，蚱蜢它哈不倒，这只是蚱蜢，它哈不倒。这里很多蚂蚁啊，拼命的吃。这样就吃得饱了，这里太多了，这里蚂蚁太多了。哎，它有的蚂蚁它没看到，对啊，它有的没看到就走了。这边是珊瑚藤的。这个是澳洲常树，再过来点它，在这里，对，哎，张开嘴巴，哎，没有吐舌头，应该在消化吧？这个像蜥蜴，又像蛇。它四只脚，我们叫它细卡爪，有的是蓝色的，这一只是土黄色的，这个是那个枯树枝的保护色，它不动了，不动了，我们影片就停留到这里，哦，又继续动，继续动，这是我栏杆的尽头了，我看它要去哪里。栏杆的尽头了，没有了，尽头了。哎，回头，不会吧？他这个当作这里是跑道哎、欸。他栏杆尽头之后，然后就回头，他把整个栏杆当作他的赛跑场哎、欸。哎，他真的回头哎、欸。哦，你看他吐石头，吐舌头在吃蚂蚁，吃小昆虫。它吃蚂蚁啊？对，什么虫都吃。蚂蚁很多啊。很多啊。对啊，所以它会吃饱吧？什么虫都吃哎、欸，而且它遇到螳螂，它哈不倒，它就走开了。哦，它往下走了。哦，遇到另外一只，哎，修嘎，啊，被赶走了，它被赶走了。遇到另外一只，这是另外一只，它被赶去哪里？我看不到了。这是另外一只，它刚刚遇到另外一只。对啊，那个体型不一样啊。嘿，这比较惨。哦，又新的表演者了。耶、欸，是它被赶、欸，是它被赶走还是赶走？两只都很长啊。是吗？嗯、这个应该更长吧。我刚刚这样眼花了，不知道它是被赶走还是赶走另外一只。眼花。对啊，又突然遇到一只啊。回去看你的录影。它躲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啊。它的腹部就有点像蛇啊，像壁虎啊。哦，他在外面的那个龙眼树，嗯，龙眼树，看不到了吧？我拍不到了，拍不到了，啊，就到这里了，嘿嘿嘿嘿，来，最后我们以这一只蜘蛛，对不到它的焦嘞，
做结束，拜拜。